抓饼。全组摊。把拉手的发米瑞刀。大西多的很多的拉完，其实会比较好，你不要以为它会比较难呢，知道吗？手这边要控制好，这边要抓好，不是那么软趴趴的。你章鱼哦，从头再一次，就章鱼才软，脚是软的，抓好哦，你跟脚张开站呐，不要那么内八，难看死了。全功。吸太低喽，吸太低了。OK， 这边音都偏低的，我跟你讲，吸太低了，吸太低了，吸太低喽。然后你整个音都越低，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从那高再高一点，从头再一次。全高。弓没有握好就会这样子，懂吗？
错一次吧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错我们就从头哦。二十二，哆咪瑞咪哆瑞西哆。收拉西的瑞，嗯，瑞哆瑞法瑞，没有，其实没有很急着下去那个瑞哆瑞。OK， 不行啦，二十二小节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拉不好吗？因为你的弓歪了。没有要伸收我们刚才讲过的话。再一次，每次都错。好，拉手啦，没有要伸收，龙不要歪掉。法瑞哆瑞，你的三指拉偏低了。长这样子吧，你的拉太低了。
三十七。红不要歪。我跟你讲，你的拉太低了，你现在一直都拉这样拉，你收太高了，你的三指太低，你的二指太高。你为什么不愿意改？我再讲一次，你三指太低，二指太高，二指退后，三指伸长，再一次。西拉西，因为你的弓都是这样子拉，这样子拉。擦玻璃。